一口吞一个猕猴桃，终于吃到这个网红小奶狗了，是一个慕斯，好吃，好像三口就可以吃掉。思考，来，咱抱个小乌龟头啊，陪他。嘎嘣脆，这是我做的鸡翅包饭，看着好不好看？笑不笑？有点不太适合吃了的。还冒烟呢，吃口洋葱。都说柠檬很酸，我就不信。今天挑战面无表情吃柠檬，一口吞。如果成功的话，给我双击。香辣金针菇啊！如果我一口能秒了的话，能否给我个双击？感谢你们啊！抱个头尝一下啊，哇，太热。满满的吧。继续赠，留下你们的小爱心，老铁们，开吃。太烫了。哎呦，不行。开吧，一分钟吃大肘子，宝们看得过瘾，给我来个小爱心哦。特别浪漫。